这个入心论第八品金缕品啊，就是讲主要讲摄出世俗和摄其妄念。摄其妄念呢，就是讲这个略缩和光缩，就是其中这个光缩里面呢，就是对这个观察这个国宝及其可怕，观察本体不清净啊，观察这个淫有害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其中呢，就是观察这个本体。那么这个观察本体呢，就是以通离明故观察不净，和以通居明故观察不清净，就是两个大可盘。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所喜欢的人的这种身体呢，就是离开了这种生命的这个躯体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也是不清净的。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就是有六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无有所贪之法，就啊人们呢就是特别喜欢的这种身体啊，就其实呢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贪的。那么我们这一篇当中呢，就是主要讲啊，就是端出这个贪执，也就是说入心论的这个这部论点当中啊，主要就是对着贪嗔痴这三个烦恼呢，就是有分别三品，就是就是嗔恨，就是对着嗔恨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安忍品，就是安忍品是非常这个尖锐。然后对着这个贪心呢，我们这个禁律品啊，就是禁律品呢，就是里面有畜生的教言。然后对着这个痴心的话，就是即将要讲的这个第九品啊，就是智慧品。天上是如意宝也是讲过，就是那么女众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和有关就是这些大乘经典的时候呢，一提到这个女人的身体不清净呢，女人如是如是不好的时候呢，尤其我们受戒律的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女士们呢，对男人的这种贪执呢，就是也要断除。那么您呢，把这个名词就是换一下，就是一下子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女人呢，就是换成男士，然后就是把她当作不清净的这种事物的话呢，这也是完全就是让这个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入心论的极个别的一些颂词呢，是针对这个女人而讲的。那么其他呢，就是大多数都是互相都就是对这个人的，她有些这个女众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然后也不能就是特别的这种自卑，就是所以在这些这个掌握分寸方面呢，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和睦这个相处，但是呢也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互相就是疏解的一些这个违缘和违品啊，就是这方面呢就应该按照这个一些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教言去要求自己。那么首先就是这个颂词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月老媒婆浅何故屡恳求，为何全不及诸罪或恶名。他这里按照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传统啊，就是说一般呢像世间当中的一些这个男人女人，就是互相那个寻找自己的所喜欢的朋友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按照印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月老和媒婆啊，就是相当于是现在的这个介绍人啊，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这个介绍人一样的，在他们面前呢就为了就是得到自己的这种终身伴侣，而这个屡屡的就是三番五次的就是就恭恭敬敬的恳求啊，有些这种媒婆啊，就这些人呢就是身份非常的这个低劣，就是像那个仆人啊等等，就是专门来就是依靠就是这种工作来就是维持生活。但是身份高贵的有些人呢，看上了其他的这个女人或者其他的这个男人的时候呢，他为了就是得到这种人，然后呢就是恭恭敬敬的跪在这些媒婆面前呢、就是再三的这个求啊，就是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各种这个办法呢，就是让这个人这个获得就自己这个获得。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不顾名声，不顾罪业，不顾就全然不顾一切的一切，就是而这个获得就是自己所喜欢的人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人力啊财力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只要觉得得到这个人的话呢，绝对是在自己一生当中是最快乐最幸福。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身上就是也就是说身为这个高贵中心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也是为了就是得到一些人就是在他们面前就是做这样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为。
中县五叶托，自裁元好金，只为女如怀，销魂获之乐。那么意思就是说，就是为了就是得到这个女人呢，就是宁可自己啊，就是犯就是法还有就是身体呢，就是入于非常这个危险的这种突入到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境地去，而且将自己所有的这些辛辛苦苦积累出来的这些财产的话，那就是全部为了就是得到这个女色而这个耗尽，就是全部呢就是用完。这是为了是什么呢？这是为了就是女人呢，就是依靠这种女人的这个身体啊，然后就是自己呢就是获得一些这个快乐，也就是说是这个一些这个销魂就是喜乐，就是就自己呢就是暂时获得一种这个快乐，就是一种乐趣，就是目的是这样的。但当中呢觉得真的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就是专用自己的没有这个盗用自己的叹息呢，就最后呢就是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可怕的这个后果。因此作为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应该就是要这个随时的观察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里面所讲的这个女人或者是这个男人这个的身体，然后自己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就是磨练自己，就是以前相续当中呢虽然会有贪心，就只是每一个凡夫人来讲是没有这个贪心的人呢就是极其之少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教诲甘露呢，对着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以的。实践当中是有无数的高僧达德呢，就是通过啊就是修行而最后呢就是断至这个贪欲啊，最后的话呢就是就是看见这个女人也好，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最后呢就是不会就是生气贪心的，就是到了这样的境界呢肯定会有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应该就是看看就是一些这个贪欲的这个过患。
楚国更无语，与其哭叹者非我自主去，何如去涅槃。那么刚才前面所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女人的这种身体的话，那就是大家都特别这个喜欢了，就是特别这个喜欢。但是实际上呢，这不过是没有这个经过详细观察就是分别点导致的。如果你真的用自己的妙观察之来进行这个分析剖析，最后呢也会就是得出了这么样一个结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所谓的这样人们这个喜欢的女人的身体也是只不过呢就是一对这个骨架啊，就是有360个骨节呢就是组成的，然后中间呢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血乳啊，就是皮肤啊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净的这种事物呢就是组成的，而没有一分呢就是干净的，里里外外呢就是都没有一分这个干净的。是这样的一种骨盾呢，就是这不过是人们的这种这个无始以来的自己的传习的贪执呢就是不能这个放下，而这个特意的去执着。实际上你说贪执的这个对境呢并不是就是自己这个拥有的啊，就是不管是一家人也好，或者是别人的这种妻子也好，实际上呢真正自己觉得是自己这个拥有，但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贪，二这个四不隐匿。那么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实则分土分台土，皆以修垂石。藏前见未见，习以煞复眠。这是按照这个印度啊，就印度的话呢，就是印度中部和一些那个印度这个君拉啊，就是君拉这个城市的一些习惯呢，就是习俗啊，就在里面的就是对着贪欲的一些这个教言。也就是说呢，就是当年就是按照这个印度的这个传统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女人啊，就是在这个没有这个结婚之前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煞力的这种布啊，就是盖着自己蒙蔽自己的这个念。一般来讲呢，就是她的这个丈夫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见过她的，就是这种情况的。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神秘感啊，就是这个男人呢，就是对这个女人的这种面容呢，就是很想这个见到，就是但是呢，就是一直用一个布来就是盖着的，就制造这个威远，就是心里很痛苦。刚开始呢，就是也是像那个就是相继一切办法让他这个态度那个揭开呢，就是那种这个就是面纱的话呢但女人呢就是在表面上啊，就是也是非常这个这种这个羞涩，就是羞羞答答的，就是不愿意呢就是就看着一直这个向下就垂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很多贪欲性比较这个强烈的人啊，就是觉得呢，就是他所喜欢的这个女人的这种这个身体或者是这个面容的话呢，就是很想就是早一点就是看见，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欲望。但是这种这个欲望呢，实际上就你没有这个详细观察而已。实际上真的这个详细观察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贪之的。没有什么可贪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也已经这个讲了。吸引获俊容尽显命眼前，就以取气煞，即见鹤骨涛。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你以前呢，就是王熙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希望，就是见到这个，就是比较这个隐藏的、迷惑你的，就是那一张这个面孔，就是那一张这个美女的这种这个面孔。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心里面一直想见到，就是她的面孔啊，就有这种这个欲望和这个希求心。可是如今呢，这个如果女人已经死了，就是她的这个尸体呢，就扔在这个石头里面的话呢，那就没有这种这个面纱了，就是就你随随便便呢，就是可以这个造见，已经摆在这个你的面前了。那么就这个很多这个秃鹫和一些豺狼呢，就是将他的这个面纱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撕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这如实而这个？
可怕，就是害怕。当然就是套作呢，就是不应该套作的。你那个时候呢，应该这个尽情的这个享用啊，就是到了这个石头林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自己的妻子也好，或者是别人的这个就是别人的妻子，其他的这个美女啊，就是你因为一切呢，就是他活着的这个身体呢，就非常的这个喜欢了、那这样的话，现在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什么遮挡的这个一些这个面纱，就尤其是赤裸裸的这种女人的这个身体，人在这个石头泥里面的时候呢，你为什么是不谈着？其实我们翻过来说，是有些这个女人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对男人的这个贪心啊，这种执着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就是贪着某一个就是男人呢、就然后就是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产也好、名声也好，全部的这个坏，就是甚至呢，就是愿意就是自杀。但是其实你所爱的这种这个男人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到了这个石头里的话，那就是那就面目全非了。其实呢，就是尸体与那个他的这个活着的这个身体呢，应该说是从那个身体的本质方面来讲呢，没有任何这个差别的。Banana,
Angela Vanessa Dunn. Angela Vanessa Dunn.